音乐评论员捞仔我又来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昨天本劳预测虽然错了，作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三好学生，这就放一张本劳睡到炸的自拍。哎，是不是被马来山王凯帅哭了？别着急，还是对了价呗。昨晚歌手踢馆赛简直就是节操掉一地，满屏的腿加上无数宅男们的嘶吼声，本老不说了，你们懂就好。来自思密达国的郑有志一首泡沫引爆全场，这是要成为韩版铁肺小天后的节奏啊！虽然我 CC 嗓子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，可是歌曲的完成度相较于之前也有大大的进步。两人三轮下来，分贝数咬的那叫一个死，不看到下面几位数，可能都分不出个上下来。最终有志以多出40000分贝的微弱优势胜出。比赛结束之后，唠唠小贤贤拉住了两位美腻的姑娘进行独家访问，来来来，接下来就是本捞为宅男们献上的福利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郑有志。对不起。宝贝，起床了。CC 徐晨成在 SH48 中谦虚有礼貌可是出了名的，这次他就向我们的镜头放狠话，人气和魅力，我相信你小菊这样肯定要放羊。今晚8:18，芒果 TV 我是歌手谁来踢馆将盛演音乐疯子张伟大战暖心才子方炯斌，两人一心只为八强席位，不知道到底谁会赢得宝宝们的芳心呢？本捞这次一定要一雪前耻，毕竟这次我压张伟，芒果捞喜欢再错，本捞就放金针果张了。报道。